17. 明报周刊 New Release， 2015年7月18日 New Release P107 无谓聊热顿。I 不看不是你损失 OK 水准，一看无妨，有声有色，有苗头，精彩之极，没时间也要看。捉妖记 IIA 特技时候有水准。一二上映日期7月16日，导演许成毅，演员白百何、井柏然、钟汉良、姜武、曾志伟、吴君如、汤唯。故事，人类欲将妖怪赶到深山，唯有天任的父亲把妖怪安置于永宁村。父亲失踪后，天任成为村长，怀有小妖王的妖后逃到永宁村，阴差阳错下，天任成为孕妇诞下小妖王胡巴。千户从金原上小妖王，而前天蝎小男为了得到赏金，硬要他卖掉胡巴。评语：许成毅炮制的合家欢电影，特技怪兽造型与视觉效果较可观，动作场面及美子亦不俗，剧情虽熟口熟面，例牌斗戏冤家渐生恋情，危机必定最后一刻迎刃而解。不过轻轻松松如置身欢笑原地，角色一律卡通化，因此连汤唯与姜武亦带来不一样的浮夸演技。井柏然经常苦口苦面眉头紧锁，仿似演悲剧，倒是接自然然的白百何讨人欢心。矮侠 IIA 大大宇宙小英雄上映日期7月16日，导演比顿力特，演员保罗活特、米高德格拉斯、伊云祖连莉莉、哥吕史托、米高皮纳。故事，生化学家皮汉克博士发现野心勃勃的徒弟戴伦高斯盗用他的技术发明足以摧毁世界的黄蜂战衣，于是这座职业骗徒史葛灵的神偷专长协助他破坏戴伦的邪恶大计。史葛灵穿上战衣后，身体极速缩细，超能力劲爆，以矮细之躯中环无限放大的变异世界。矮侠与蚂蚁兵团合作无间，奇谋布局拯救人类。特色：复仇者联盟始创成员矮侠首度勇闯大银幕，加入神偷奇谋桥段。矮侠战衣、黄蜂战衣和控制蚂蚁兵团的电子头盔均奇趣，展示不同种类的蚂蚁，如子弹蚁、蜂蚁、火蚁、木蚁各种专长，采用先进微距摄影技术配合搭建微型场景，精准捕捉人与事物最微细质感。玩转老朋友 I 开心的迷失到懂得，上映日期7月23日，导演编剧彼得托达，配音艾美宝拉、彪哈特、路易斯伯克、菲利斯史密夫、文迪卡灵。故事，五位老朋友努力帮11岁女孩维利适应新环境，但阿洛和阿寿却因一场意外漂流至脑海世界，迷失于长期记忆区、幻想乐园、发梦制作公司、潜意识流域及抽象思考区，总部只剩下阿惊、阿曹和阿曾当值，引发出连串灾难。阿洛和阿寿必须及时在脑海世界历险闯关，赶回总部收拾残局，拯救性情大变的维利，阻止他离家出走。评语：题材新鲜，只此一家，把脑袋大开发当主题乐园来玩，反正谁都不争到此一游。原来快乐和哀愁是好朋友，一起为每个人每日管理行为表现和成长。开心的历险之旅，由迷失到懂得接受愁，是普世教训，功德无量。特别盛赞林义文的配音出色全神。巨周武壮士艾猛男 show 重出江湖，上映日期7月23日，导演葛力格、吕雅各斯，演员卓宁、泰坦、麦宝马、早晚坚尼路、奇云纳殊、阿当罗迪格斯。故事，正值巅峰的米奇退出脱衣舞男界，三年后其他舞男同伴准备洗手不干， Kings of Temple 计划在美特尔海滩举行告别舞台，与米奇举行奇惊四座的震撼演出后收山，并邀请传奇性主秀明星魔力麦克重出江湖，与他们共享聚光灯下的热歌劲舞。米奇与伙伴上路，中途在小镇短暂停留，与老友重聚，也认识新朋友，还学到新的武技花子妖。特色：只保留上集若干人物，而且换了导演，又加入新角色，剧情亦无甚延续，其实是公路电影。
途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当然最煞食是压轴装男性感舞蹈表演，但切勿因预告片而以为由头跳到尾，脱衣舞场面寥寥可数，对白质不少，流离所爱 vibe 赞。为同志平反上映日期7月23日，导演、编剧伊娜莎树，演员约翰里斯高、艾佛莫莲纳、玛丽莎汤美。故事拍拖39年的情侣 Ben 和 George 终于等到同志婚姻获承认的一天，急不及待共偕连理。谁料蜜月回来， George 却因同志身份遭教会学校解雇，两人经济陷入困境，只好分开寄住亲友家中，相见好同住难，老中称活在同一屋檐下，难免摩擦渐生。评语：为你流的泪，导演伊娜莎树真情流露佳作，两位主角品味高尚兼用情专一，明显要为不少人误解同志必然娘娘腔与滥交的偏见来个人人平等的大平反。纵使一对伴侣苦不堪言，仍淡然处之，笑看风云变。编导实而不话手法触动人心，层层渐进含蓄交代人和事的变与不变，结局两人酒吧聊天、地铁站永别，以至少年探访美亡人，余情未了更见感人。寒蝉效应 vibe 台湾有公义法治上映日期7月18日，导演黄维明，演员徐若瑄、贾静雯、郭采洁、周又廷、戴立忍。黄远故事都会女孩白白到台湾东部大学攻读音乐研究所，认识个性纯真的同学穆宏，加入学校乐团后却卷入与老师的情感陷阱无法自拔。白白并罹患斯德哥尔摩症后转师，多年后识时校友方律师、林律师与黄老师重聚，为了事隔多年的师生恋，他们再度陷入动摇信任、背叛与正义的风暴，不惜对簿公堂，陷入情感与正义的两难局面，自私自利、丑恶人性尽现。特色口碑再度的台湾本土制作，黄维明首次执导剧情长片，灵感源于真人实事，透过纠缠不清的三角恋，择地有声折射社会与家庭问题，中段开始有多场法庭辩论戏。2014年提名金马奖男配角戴立忍，摄影李平斌及原创电影歌曲